谢谢。谢谢陈以秀还有他的团队，来，我们来跟大家啊聊一聊你的作品。非常谢谢专业的表演，而且他也确实之前也发过了一张作品。好，来来来，再跟大家问声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以秀。哎，之前你的专辑，那他们好开心啊，几个乐手在那边聊得很快乐，这样。好，哎，你之前发过专辑对不对？对，是唱国语的。唱国语的。哎，怎么今天是比河洛语啊？因为其实我是台南人，是，然后虽然台语讲不是很好，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好像人家都说不太标准，对，然后但是我其实写台语歌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特别的经验，是，也是一种挑战呐、啊，对，啊，写这个河洛语的跟这个国语的难度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台语比较难，台语比较难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台语有一些韵脚，对，我觉得蛮难的。比如说像刚刚你这首歌啊，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境？其实它讲的是，我觉得我们人生都在追求很多美好的事，可是这些事情都消失得很快，让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够紧握的就是身边的人，所以原来这些人就是底家这样。太棒了，很有 feel 哈、哦，很多事情不用去找外援，身边就有很多啊，爱就底家了，对不？就好好珍惜，而且你唱这个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台下的观众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在听？谢谢，因为你是最后一位啊，不然呢？终于可以吃便当了。哎，你等很久哦，在后台辛苦了，你这等于等了5个小时才等到上台，所以他们刚才才这么开心。哦，难怪乐手们也想回家，又或者赶快去吃便当了。对，第一组也辛苦，最后一组也辛苦哈、哦。那是确实，陈以秀也等了很久，但是表现很好。谢谢。啊，拄啊，一条歌都一句，你感觉你写得上好？我觉得是行过了世界，最后才了解。底家，哇，有押韵哦！行过了世界，最后才了解。了解，哦，这样搞，谢谢。好了，最后再跟大家啊，这个推荐一下你的作品，他的专辑真的蛮好听的。那个是去年发行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去年发行的。对。然后是名称叫《跳格子》。是。对。请大家多支持啊！如果现在，当然现在有一个麻烦，就是说现在要买唱片，还不知道唱片行在哪里的。都可以上网去听听看陈以秀的作品国语歌，谢谢哦，谢谢。